谁说我的命运好像那油麻菜，只是你不知将它往哪里栽。就算我的命运好像那油麻菜，但是我知道了怎样去爱。才盼望你将我抱个满怀，日子就已当呀当地来到现在，经过了那些好高兴有了自己的将来。虽说我的命运好像那油麻菜，只是往哪里栽。就算我的命运好像那油麻菜，但是我知道了怎样去爱。才盼望你将我抱个满怀，当地来到现在，经过了那些无奈和期待，我好高兴有了自己的将来，我好高兴有了自己的将来。有马才子，为什么会害怕？哎，那个，等一下哦，刚刚有一个妹妹捡到100块。不是，再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这是那个赞美箱，它今天，对，是可以放在里面的。如果你有捡到钱，就是你可以不计，我们不一定要钱，当然有钱也很好，就是你可以写卡片啊，可以买一张明信片，写说，哎，大海，你唱歌好深情，然后放在里面，或是买一个自己的，买那个之类的食品也可以，都可以，或是你们自己身上有什么小礼物，都可以，这段时间都可以放进来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，真的，明天的早餐就靠这个今日赞美箱的全员。生活也不算太坏，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，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。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，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。
当初所坚持的心情，是不是爱依然存在？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，我的春天还没有来。你为何不掉头头去，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？你尝试着不露痕迹，告诉我爱情的道理。是已经习惯还是爱？当初所坚持的心情，是不是爱依然存在？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，我的春天还没有来。你为何不掉头头去，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？你尝试着不露痕迹，告诉我爱情的道理。你认为值得努力的，是我俩之间的距离。我这一期总算有一些自己去面对问题，你尝试着不露痕迹，告诉我爱情的道理。你认为值得努力的，是我俩之间的距离。我这一季总算有一些爱情有什么道理？我相信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，应该都很会唱吧？是吗？是。刚刚蛮多人那个嘴巴都有打开。是哦。嗯、可能不见得是在唱歌。好的。